做退下来以后哈，我受伤啊，就在家里休息啦。以前是因为工作非常的忙碌啦，而且小孩子还小嘛。囡仔细汉就讲困唔掂啊，就是，早时啊七八点了，无闲加暗时七八点。我以前在电子业上班，电子业的采购是非常的忙碌，每天每夜。啊，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啊。那时间就不是很够分配，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参与这些社区活动跟那个志工的活动。啊，一阵我就是讲在做义工，然后想要帮助人家，很想要做志工，可是完全没有门路。欢迎收看《人到中年》。近年来，台湾所得倒退，物价高涨，新贫近贫的家庭越来越多。根据在2013年的调查，全年的薪资退回到15年前的水准。另外，在2014年的调查部分，国内所得最低的20%的家庭，大概有1,638,000户，他们连续7年入不敷出，也就是说，这些家庭亟待救援，希望大家能够拉他们一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他们除了经常帮助他人，还会想办法号召朋友一起来行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欢迎叶大哥，你好。你好，请坐。第一位是幼时父母双亡，靠自己拼出事业并回馈社会的叶景煌先生。第二位是体验过一无所有的经验，在有能力的时候希望多帮助社会的黄朝云先生。还有临床心理师车先慧女士。一个人做好事很棒，他还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好事，不仅让那个被号召的人参与了我们的生活，也让他有机会去行善，让他有机会去参与团体，让他有机会去分享爱，这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聊一聊，不仅他自己做善事，还号召大家一起来做。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叶大哥，叶大哥，现在你的分享爱跟传播爱所做的是哪些的行为？那我现在是有参加农协会跟那个福人社，所以我们把社团的力量发挥了更大一点。是，对，做哪些事情？就是针对一些教养院的部分来做物资的捐赠。教养院通常都是小朋友，对不对？中年人都有，都有。只要是需要帮助的，你都是号召，对，同事朋友一起来，对。哦，还有我们的黄大哥，你现在做的是哪些分享爱的动作？我因为我自己爱运动，所以我因为体会到运动是一种健康最基本，所以我分享运动。是，除了运动，我把运动当作公益在推动。除此之外，我还做一个行善团。在用送白米的方式来帮助最需要、最欠缺的朋友。是哦，听起来有健康，一种观念，一种行动，又有物资。老师，通常一个人做跟大家一起做那种分享的感觉 ，feel 是不一样的，一定不一样。特别是呢，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那种感觉好像呢，聚集了很多众人的力量，然后让我们集结这些力量去做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那我从两个层面来跟大家聊这事情，一个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呢，你们知道吗？那个大家一起做善事的时候，会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啊，真的吗？对，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大脑还会有一点回馈哦。所以生理层面来讲，大脑会分泌一些像多巴胺。多巴胺这东西就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所以呢，整个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嘛，心理层面上我会觉得我很棒，我很有价值，彼此还能互相肯定，是，那这样就有一起谈恋爱的感觉。一起谈恋爱，可是恋爱不是有所谓的初恋或分手的那种不快乐吗？他们本身今天要听的故事，一开始也可能不是这么的快乐。来听听第一个分享爱的故事，那是叶景煌大哥。64年的时候，我的祖母我们客家人说叫祖母，就祖母就去世。去世之后，因为大家邻居啊叔叔伯伯他们那个生活上都很辛苦，那所以就只好把我们送到中立的国际农村，它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不幸的家庭就让咱们组成另外一个家庭，比我以前的家还更温暖。那因为有
兄弟姐妹的关系，有一个妈妈在照顾，所以说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家庭，有大哥有大姐，有弟弟有妹妹。以前我们在家里是要吃饱都困难，衣服要穿暖也困难。那到了国营农村之后，因为受到很多社会的善心人士呢的捐助，我们才在那边可以得到温饱。那时候就给我一个下定决心，只要我有这个能力，会回馈这个社会，去照顾更多的个弱势团体。对啊，哦，现在就是看那个柱子啊，往上接啊，两条啊，用个伙伴。国中毕业之后，我考到了桃园农工，那我想学一技之长。因为我们没有家庭背景，那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白手起家。那我就白天就学水电，就晚上去读桃园农工。那时候也把我弟弟从国营农村把他接出去，就两个在那边生活。最起码我弟弟是在我的身边，我可以比较安心。那就是扮演一个哥哥，也是一个父母的那种角色。当我退伍回来之后，就参加了苗栗县荣誉指导员协进会。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企业服务志工，那在志工方面，很多苗栗有很多弱势团体，那其实他们很多的问题就是物资的缺乏，那希望我们这些企业主可以发挥爱心。那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做这种工作了。那刚开始就是米啦，那邀约一些我们农协会的会兄会姐，大家共同来做这种善举。那在每年呢，我们就几乎都是比较固定的是弥勒教院了，我每年都举办两次的去捐赠物资给他们。那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三城福人社，然后结合一些做到朋友，大家都出资哈，买米啦，买其他那个日常用品给他们。崔总啊，中国，好吧，啊，对啦，不要误导啊。好，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弟弟，也是身心障碍，智能不足。身心障碍是要更付出更多的去关心他，但是他从小也是什么都不会，但是跟着我们生活之后，开始教他洗碗筷啊、扫地啊、泡茶，他都可以去做到。那所以说，他只要我们多付出一些爱心去关心他，其实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教导他去做一些某部分的工作啊。我是希望说，假如有这个机会，我会用我们那个苗栗农协会的，还有那个福人社的成员哈，来带领那个教养院的那个院童院生，哎，教他们说如何去扫地啦，如何去自己换衣服、穿衣服之类的。那我也是希望说，这些那个教养院的孩童跟那个院生呢，都可以去慢慢去学习，而不是说一辈子受人去照顾他。那也有最起码我们自己的生活起居可以协助自己去照顾他，自己照顾自己。黑白照就是你们一家三兄弟，对，中间那位最高的是你吗？你是老大嘛，对不对？对，所以不好意思，比较需要照顾的是左边那一位二弟吗？对，二弟。啊，三弟现在在新竹成家立业了。对 ，OK 对。比较偏向于彩色这张照片，你应该是套高领毛衣那个，对不对？对。那这一些旁边这些都是来自台湾各地的孤儿，跟我是一样的身份。那还是从孤儿院开始说起，怎么你的身世是如何？因为我11岁就送到儿童村去了，在那边是因为来自台湾各地的孤儿都送到那边去，那我们就有，像我在那边第二家我是属于大哥，我们还有一个大姐，然后二哥二姐这样子，是这样分下去。送到了孤儿院，待了孤儿院待多久的时间？待了将近4年。4年，所以你就4年之后就自己离开？就。国中毕业之后就出来，考到桃园农工，那就半工半读。所以一开始送那个孤儿院，我这边看到的叫做中立的国际儿童村，对，名字听起来，抱歉，我们都以为是
什么院啊，什么对对，国际儿童村是什么样的单位？它是属于一个二次世界大战哈，一个奥地利人成创办的，是，然后在每个世界各国都有，只要不是共产国家，它都有这个。单位是对，因此他都是照顾，包括都是孤儿嘛，孤儿都是孤儿，然后是弃婴，对，所以你从小的环境不好，再加上后来三兄弟都去了孤儿院，对对对，这一段童年到成长的历程给你什么影响？就是从一开始都是受社会善心人士的那种捐助，好照顾我们哈。那从家扶中心，在以前在小的时候是家扶中心哦，还有更小的时候差不多，对，那善心人士的捐助，然后慢慢到我祖母去世之后，就送到那个国际儿童村去，那就有那个社会的善心人士又更多的来照顾我们的，好，那变成说我现在有了机会，我认为在那种弱势团体是更需要我们去协助他们的，是。这算一种同理心吧，这个心理师是因为我以前不如意的时候大家都帮我，未来我有能力我一定要帮助大家，对，其实哈，我自己也经常在机构，就是育幼院啊，这些孤儿院工作，我遇到这些孩子，他们其实都很独立，好，然后很上进，是，然后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因为可能处境相同，然后诱发他们那个同理彼此的那种遭遇的那种能力，同理心就变得非常好，是，对，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个性都非常的很。就是有理想，我们的心理师已经帮我们分析了有哪几种类型啊，包括他长大之后人格的发展因此会有所不同，童年受创了，童年遭遇到一些挫折，童年过得不如意，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有哪几种类型呢？那我们的叶大哥就是奋发向上型，乐观努力自我挑战，另外一种是惨淡度日，还有一种愤世嫉俗暴力攻击，心理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吧。好，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在职业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归纳出来的，是，那我的观察跟我的了解，那第一个是奋发向上型，是，两位就是最好的看，对，就是呢，他在逆境当中越挫越勇，面对自己的挑战，是，然后非常努力，那他们的性格相当稳定，那在这个社会上经常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是，那当然他们本身能力也是不错的，好，那第二类比较容易看到就是说他们会比较悲观。因为处境都处于不利的状态，那这样他发展的过程当中经常是处于受挫的，是，那这类人他就比较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向别人，他反而是向自我内缩，对，好，向自我的一种自我否定，是，那另外一类是愤世嫉俗型，就是个性原本就是比较叛逆的，是，那批判性比较高，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批判性比较强，那但是呢他可能在这个成长过程缺乏爱的滋润，以至于他累积了许多的愤怒，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一类的人容易演变成愤世嫉俗型，他不见得会去攻击他人，但是他绝对是批判性的，他觉得应该自我保护很强的，非常碰不到我，我像刺猬一般。对，但是开始有攻击性，就是暴力攻击性。对，那第三跟第四类差别在哪里呢？第三类的人，他至少他虽然不信任外人，但是他自我的信任感还是够的。是，那他可能有相当的安全感。在暴力攻击型，他童年受创，他整个认知扭曲。我们讲认知扭曲，包括他看待人的方式。他感受到别人对待他的方式，他想跟我们的解读完全不一样，完全扭曲。对，像这样的情况的人，他们比较自我中心。是，那久了以后，他慢慢累积一些残忍的反社会的一种行为跟思考。对，那这样这种人，他是得到的关爱是最少的。是，我觉得叶大哥这个部分是因为，国际儿童村他带给他。很好的一个爱的力量，保护的力量，是吗？对，那个儿童村有给你有爱的力量，保护的力量吗？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教养院，一般的孤儿院，它是一个以家为单位，所以有大哥有大姐，有二哥二姐，然后有弟弟妹妹，是一个像家庭一样，那有一个妈妈来照顾我们，那大家会分工合作，洗菜啦，洗碗筷啊，扫地啊，擦台，对，然后就像我们家里孩子会做的事情一样，对对对，所以我们从小就在那种环境中去历练，
去做这些事情。那你刚才也说过，你有能力功成名就就要帮助他人。现在你离开了这个算是有给你爱的滋润的国际村的话，对，你马上开始有投入包括回馈社会的事情吗？那就是到了中年之后，那事业也稍微有一点成功了哈，那就是参加了一些社团，是，那有社团的力量，我来号召啊，大家一起来做，是是这样，而且你号召一定很有说服力，哎，对，心理师是不是这种功成名就之后号召人的力量，真的会比我们一般来的更大？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哈，人的力量哈，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集结。啊，说得好啊，要有时间，是要有时间。例如说，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是，对不对？好，再来资源呢，是哈。那所以呢，为什么到中年，我们人到中年会有这种哈，就是很大的那个强大的集结号召力，就是你累积起来的。而且人到中年的人脉又比年轻时候人脉，这些人跟我都比较偏向于事业有成。对，你们说的话又更成熟，对，因为下面带领的人更多。对不对？对对，好比我们的董事长黄大哥也是这样的，哇，他号召起来也很容易啊。你也聊聊童年开始好不好？我听了叶大哥的讲他亲身的故事，我就由衷的佩服。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们自己真的是逆转人生，啊，从小这个跌跌撞撞、误打误撞，然后也受过很多的挫折，但是跟他比起来，我们真的算是小儿科。他比较辛苦，但是那一个正向思考、逆境求存、反败为胜的那一个精神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虽然我现在穿的西装是个老板，但是我回想以前啊年少时光，我是个惨淡的少年。你的很多的故事从嘉义发迹的，对不对？对，从那个路跑运动开始，然后甚至于说我后来退了伍之后开始创业，是，也算少年得志。我一退伍就开始工作，马上开始开公司，开了三家公司，但三家公司都在事业有赚钱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倒了，啊，所以说我也倒过了三家公司。然后我到嘉义之前，还曾经为了赚，因为我结婚的结得早，是为了照顾我的家庭赚一点生活费，我也去餐厅外面当趴车小弟，是赚一点点的小费来养家活口，是。但是我在这个最凄惨啊，最人生最潦倒的时候，我还是抱存着很大的希望跟斗志，我都认为倒的那几次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就算倒，因为我们对家里有责任感，是，所以我会愿意马上站稳脚步去赚，因为我帮家开车、趴车、停车是赚小费的，是，笑得开心，你的小费就多。哦，你不能臭脸，你臭脸拿不到小费的。但是我就算在趴车的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我以后还可以当老板。因为当初呢，那导师是个过程，只是个学费，超阳光哎。老师，乐观的人真的影响他的态度跟人生，对不对？非常，而且呢，这真的有研究。怎么说？就是呢，有一个研究，他是专门研究经理人 CEO， 他是专门研究这些人他们的人格特质。是。那这些人格特质，其中有一个就像我们黄先生这样，阳光乐观啊，越挫越勇，是面对挑战。而且他居然在趴车的时候想到的事情是，我还要当老板。对，他绝不屈服。那这是什么呢？一种承诺，是对自我，哈，对这人生说出来我要做得到，也算是对自己的承诺。对。那万一个性不乐观、不阳光，难道就一辈子都爬不起来吗？其实是哎。真的是这样啊！是啊，是啊，人生失败组都是。我以为你会跟我们讲说，没有人生就是要想办法。你们乐观的话，不乐观有另外一种人生，其实就是要乐观，就是要乐观。哎，那过往我们这个精神医学、心理学都是在研究说，哈，一个人怎么样悲观，怎么样忧郁，我们要怎么样治疗？可是呢，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现在研究我们人是怎么能悲观，哈，怎么能好。好，怎么能正向？现在整个精神医疗跟心理学的这个研究的取向都转了。对，那为什么要乐观？乐观哈，它真的是让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个大脑，整个的我们讲那个大脑的运作，我们讲的都是生化的运作，完全不一样。那悲观的人他少一点活动力，他不主动，所以呢，他连求助都不主动，不敢嘛。然后再来自卑对，所以他完全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困境。像刚才叶大跟黄大哥都有像是对人生的承诺，一个方面是我成功了我就要帮助人，一方面是我趴车我还是要当老板，又加上你刚才所说的
要是你悲观，你的行动力不足。对，这个人行动力足，他趴车不仅脑筋行动力足，他还去跑步。哎，对，如果跑步的话，像我偶尔要跑步，那个其实是专注在跑步，累了半死，但是你跑的时候你会很专心，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你跑步是怎么跑出来的？为什么要跑？其实都是有个善机缘。嗯，因为我本来因为专心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吃得好过得好，就胖了。所以我是这么单纯的原因哦。我现在没有，一切都是从减重跟运动开始。多重开始？我本来曾经胖到76。哦，远超过了。对，胖到将近100公斤。现在呢？现在72。标准。然后我是用开始啊减重，减重之后开始好感觉到开始要把体力找回来，健康找回来啊。那虽然这样跑，我自己体会到那个健康的回馈跟快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我要把它分享。因为还好我有一些善的力量，所以有一些好的朋友在我身边。是，所以我那个时候认识了一群警察的朋友，因为那时候的嘉义市警察局的陈局长是，他大我将近7、8岁。他就跑8公里，那我就 follow 他。等到我跑到8公里的时候，他就跑到20公里。嗯，你们互相督促。对，后来我就有一次哈，他就说办了全台湾第一次的叫做行士杯路跑赛，10公里。他说：“哎，曹昀你来跑。”那我就那时候我才只有5公里的实力，我反正你就是挑战自己，相信自己，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一次就跑得很成功。那不但自己有跑，我还享受到什么叫做参加路跑的感觉，就是说，本来自己跑步是自己快乐而已。但是你跟一群人一起跑，对，那个大家迎风一起流汗，一起并肩，一起往前冲的那个感觉，我体会到那个快乐。旁边的人还会说加油哦，跟上。对对对对。有些人不要快，不管成绩，会在你旁边跟着你跑。对对对，我第一次，所以第一次很重要，都要正向思考。是我第一次跟一群人在跑步的时候，虽然都是警察好朋友，我说啊，这个感觉我除了自己有体会到以外，我要把它分享出去。我就跟警察局那时候讲说，这样子，我们来出经费，麻烦警察这些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好嘉义市的第一场的这个10公里的路跑赛。是，那做，所以我把做运动当作是公益。那因为这个，但是做公益也要有创意。是，所以我喊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所以我是10K 为主嘛。所以我就喊出跑10K 是时尚，是5K 是流行，跑3K 修身养性。说得好，就说就算你是跑10K的，跟5K 跟3K 你来就好。因为如果单纯讲我们长跑、慢跑、马拉松，会让别人觉得这是跟我没有相关的东西，有一点远。可是你讲时尚流行是大家都可以，他就觉得很 fashion。 哎，没有想到公益这件事情不只是哦，我比较有力量，我给你，你是比较弱势的；我比较有钱，给比较没有钱的。做公益可以是推行健康，哎。对，而且哈，我觉得他的那个 idea 就真的很，做公益也要有创意。哎呀，这句话讲的真的非常好，才会有感染力。对。对，随时而且还要很持续，是，随时都会有对峙。所以公益这件事情可以很创意、很年轻、很跟得上社会的。因此，马上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这位很会跑，现在能跑多久？我今天早上来就先跑了15公里了。就是要身体要行动，才能够带动，才能够感动别人，是这个样子。随时一切都从行动开始了，随时都会有成语的。黄朝昀大哥他的故事。我从台北来到一个陌生的嘉义，兴致勃勃的哈，借了几百万来嘉义打拼，啊，帮人家卖房子。但是那是股东内部不和，就跟我拆伙，所以我又从零开始。但是又从零开始之后，很奇怪，我就怎么卖怎么成功，怎么卖怎么赚钱，所以我就开始找地盖房子。那一直盖就盖到今天，也差不多快20年了。我常常我都是在帮助别人，所以我常常帮人家免费的设计，甚至我还帮朋友免费的盖房子，帮助别人，常常做白工，创造自己被人家利用的价值，就是自己最大的价值。其实我一开始是从运动公益开始，然后我自己本来很胖，减重，运动，后来运动之后参加路跑。发现说运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快乐的来源，啊，那后来才接触了这个脊椎损伤者，我帮他们发起了这个爱心砖，就是一块砖要卖5000块，5000块要去一间厝，从零开始，这个爱心砖已经募了超过上千万，所以他的送出之家也开始盖了。
后来我们又认识了嘉爱启智发展中心，是要收容这个弱智的朋友，而且很多的弱智的家庭是很弱势的，很穷困的，所以那我就帮他发起天使助养金，就是让这些角落天使，叫弱势的又穷困的角落天使，到嘉爱被爱。黄董是一位很热心的董事长，他长期关照我们弱势团体。那这跟他接触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经济弱势户，就是因为有他这样的善心人士，可以帮助大家，所以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快乐。好，来。那去年啊，有一个国外的牧师到台湾来推动，那是食物银行的这个善举，就是说他募多少食物，才送给多少的弱势的人。那我想讲这样子不对，因为你既然要帮助人家，他需要你的食物，他需要的不是一餐，他既然贫困，他需要的是很多餐。那我们把它照册，透过我们的有一群的中继站的志工，买很多的食物，再转送到这个牵手家庭的手上去。我不叫他弱势家庭，我叫他是牵手家庭。他跟我们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寻找他的幸福，就是分享食物，分享爱。好，一份食物，一份爱。所以我们的信任是人性本善，只要你愿意开口说你有需要，我们就很乐于把这个食物送到你的手上去帮助你。因为现在路跑在台湾很风行，但是你要缴报名费才能够参加。那我把它转变成，你带着罐头来缴罐头给我们，就得参加我们的罐头超人路跑赛。那这个活动一开始在网上PO出来，就吸引了很多的爱做公益的人、爱跑步的人、爱来蓝潭散步的人，他们都来共襄盛举。所以当天我们就募了大概将近10000个的罐头，结果很多人他不是带一个罐头，他是带一大堆的罐头，而且不是他们家剩的，他是去外面买的。这也印证了我常常有一个理念，社会上的爱心是无所不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天使，他只是会，但是他会不好意思，你只要给他一个善的平台，一个机会，他就很乐于掏腰包出人出力来现场来赞助我们这个善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就算帮助了300-500人，其实也不多啊，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善行动，这个善的内涵让人家来知道，让他来分享来参与，其实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是这样子想的。罐头超人路跑赛办得非常的轰动，那大概那天参加的人大概有2000-3000人。不要忘了，像我是身上这件衣服写的，那一个罐头一份爱，分享食物，分享爱，啊，那个我们都是罐头超人。黄大哥号召的人就是不一样，你号召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行善会比较快，力量也比较大，对，比较号召性，对不对？像我们在影片当中也提到了关于食物银行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食物银行原本我是帮人家的，就是说他就有一群人，他就是想要募集很多多余的啊，那吃不完的食物，他把它收起来，不要浪费，转送出去帮助需要的人。哦，那这是在去年哈，大概7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最流行代用餐？对，很多人吃不起食物，那都要去面店吃一碗面。啊，那我听到这个东西觉得这样不够，因为代用餐只是给你一餐两餐，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是，本来是募多少送多少。我认为像是对拿到食物的人，他没有一个安定感，没有一个幸福的感觉，就是我这个月有，这个月没有。对嘛，所以我就把这些需要拿食物的人，我叫他牵手家庭，就是说你只要开口，我就伸手，你这些人就是我的甜蜜的负担，我是为了你，我一定要去负责筹措这么多的食物交到你手上去，是，我就跟你变成一个有好的关系，然后因为你一伸手，你一开口我就伸手，所以你跟我手牵手，所以你是我的牵手家庭，我不要说你是困难户、贫困户。所以我把这个食物银行的概念，把它转变成及时雨行善团。其实最简单就是送白米行善团。是，而且我随时都还派爱的送机站的志工，送到你家。每一次大概送你大概半个月的白米的量，但我们没有完全的满足，但是我们是补足，而且是长期的、固定的、照册的，还是关怀的。所以你就变成我们手牵手心连心，而且还希望你以后还得去牵别人的手，所以原来银行的概念是金钱的往来，对，你们是食物，把食物存在这个单位，对，那原本的食物啊，一开始是很杂的，但我想说这么杂不行，我到底要吃什么东西，所以我一开始是面条跟罐头，是，后来那因为面条罐头，人跟我反映说米最好，我说为什么？
他说米我可以吃这一餐，吃不完还可以摆着，摆着之后还可以当炒饭，还可以煮稀饭，而且米还可以放得久一点。所以我现在就专心做白米行善团，本来有500户，很多人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够了，走过最低潮的时候，所以现在他还有300多户，真好。我以为会变成800户，不是，不会不会，而且当然我们也不是多大的团体，所以我常讲一句话，这些牵手家庭跟我们有机会认识都是善的缘分，是你只要跟我手牵手，我就要帮助你一次，就给你半年，了解，半年之后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那你帮我再转介绍一些更需要的人，所以他也变成是别人的天使。那至于罐头路跑，就是我也把公益结合到我们的路跑，因为我们在送白米，在送罐头这个阶段当中，我想说啊，我们做了那时候做了大概半年多，那要把这个善的行动，好把它分享出去，因为做公益哈，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出人。你愿意去当志工就最伟大。是。第二呢，像我们企业家做的出钱是海盗其次，很棒。第三呢，还要出一张嘴，就是把这个善的行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行善的小天使，是。只要给他适当的机会，他就愿意来行善。那要靠的什么样方法？靠一个有创意的，好，那有吸引力的一个活动。是。所以我就把它办了一个叫做分享食物、分享爱，一个罐头一份爱。的罐头超人路跑赛，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到政府的补助，原因是因为他不够那么的危难，但他明明需要被帮助，对，所以物资的帮忙就变得很重要，给他米，给他饭，给他罐头。我们有一份相关的数据来了解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家庭跟很多的人需要帮忙。其实包括在2012年内政部跟主计处的统计资料显示，中低收入户的人口占全台总人口的2.6%，还有超过100万的人是没有办法获得政府社福资源的社福边缘户。如果你不是边缘户，你就得到帮助了，因为你可能很需要帮忙。但是次需要帮忙，但是一样需要帮忙的人，他们是边缘人，他们反而得不到需要的帮忙。因此这一些企业家，这些出人出钱的人就很棒，他们还出了物资，包括罐头啊，包括米啊。其实听过相关类似的，我想不仅是钱去帮助人，人去出人力，或是用一些创意的想法及时的变通，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那是在101年的时候，我们3500地区福人社是107团队，就是有一个植树的活动，是。那我们的经费不是很多，是。那我就因为我是总干事，而是负责植树的总干事，是。那我就写了一份文，跟我们那个林务局新竹林务局申请了大概将近2300棵的树苗，是。好，那就到苗栗西湖一个华严啊，一个也是教养院，他也是身心障碍的一个教养院。那刚好他的那个住的那个建物呢刚完工，是。那所以都是还很杂乱哈，是。那空地很多，是。那我们就是说帮他去做这些植树，那等这些树苗长大了，哎，也它有它的价值，可以贩卖啦，或者说做一个绿美化这样。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你刚才不是说前面说款项其实没有很多，对，但居然钱有剩下来，那笔钱又帮助了另外一个机构，对，怎么说？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是20-30万的经费而已，要做大概40-50万的工作，是，那是很困难。那我们就到了林务局去申请树苗。那植树的时候，本来一棵树要帮我们种到好，连支撑做好要100块，是。那后来请了一个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就25块就好。我说你25块可能会亏得很多钱，那他没关系，反正在做公益哈。是。那另外我们还剩了9万多块，好，9万多块。那最总经就讲一句话，说 David， 那这个钱是因为你省下来的，对。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件好公益的事情，好，那你认为哪个最需要？那我就要跟他说，明德教养院那天我们要去捐赠物资，去拜访他的时候，要喝杯茶。他说我先煮个茶，就等他我们谈完了，我们要回程的时候，茶还没煮好。那我就跟助理总监讲，我那天我们碰到情形是这样子，那我们刚好剩下的经费，那时候我们可以送2台饮水机给他们。好 ，OK， 很好，好，所以我们马上就把计划书写好。马上去做这个物资的捐赠。原本你是帮助这个单位，剩下的钱，因为大家帮忙，他们都亏钱了，大家帮忙，剩下这个钱，你脑子里又马上想到，哎，
这个单位也缺一个东西叫饮水机，对，就马上送过去。所以那个明德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专门？它也是身心障碍的一个单位。是，对，其实华严也是身心障碍，然后明德也是。会不会这些都跟你的身世背景有那么一点关联？你就会特别注意到，对不对？对，他们缺什么？也正如你当时所说的，我们都很了解，对。有需要的话，我功成名就，我就会来做回馈。对对。哦，小朋友的例子，教养院的例子，你也来举一个例子，好。这个我有点值得分享。嘉义市有一个很蛮值得尊重的一个单位，现在叫做嘉爱启智发展中心。是。他的负责人叫做洪介淑，洪大姐，她自己的女儿也是个弱势的小朋友，她就那一年她得了癌症，她担心说，我如果走了以后，小朋友怎么办？她化小爱为大爱。他就许下了愿望，他要去成立一个启智发展中心，收容更多的弱势的小朋友，然后就开始做了。做的时候，梦的后来成功了，把这个房子也盖起来了。盖起来的时候，高兴只有一天，因为他收容了六七十的小朋友，收容的所有的责任照顾他以外还不谈，其实是他的营收是负的，钱是不够的。那所以我就是，那我说那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募一笔天使助养金，让这些角落天使。就是他是弱势的，而且家里面很低收入户的，让他到嘉爱被爱，所以这个行动也让这个嘉爱启智发展中心可以帮助更多的角落天使到嘉爱被爱。重点是这个嘉爱启智发展中心的里面的创办人，里面所有的院生、老师，那里面的环境，那里面的这个教育关爱，我自己成为旁观者，也是帮助者，也是他的好朋友来看，这个故事都非常的值得。分享是哎，那现在我可以问一个可能功成名就的中年人都很想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做公益，号召这么多人热心人士一起做，会不会因此也让我们的事业更成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我们可以号召更多的企业伙伴做善事，这样子我的事业应该会更强哦。对，在我个人的观点是会，好，在我个人观点，因为大家。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很正向、很正面，所以很健康的。那人家看到你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正派的人。那所以，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水电，那人家很愿意把我的他的工程交到我手边来，他就会很放心。对，不是你去推荐说推销，我从来不会去推销，是我做善事，他觉得这个是正派，对，跟他找工作。您觉得呢？那我的看法又另外一样。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做公益、行善、付出。是你的习惯，是你的 DNA。你在付出的这个当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没有什么收获，你没有任何获得，你是，但是你在付出的那个当下，你就得到了回馈。对，因为你有机会付出，你就得到了刚刚讲的脑内啡，就得到你的成就感、你的价值。甚至我这样讲，比我们有钱的人很多，但是他得到人家的尊重，甚至比我们他还少一点。不是因为钱的财富的大小之比。而是因为你愿不愿意付出，是很多人有钱，你叫他捐100块，他都捐不出来。是，我曾经为了也做运动公益，去募脚踏车，是啊，一台脚，就是说你出一台，我就出一台，是让人家来免费的来骑。那老板就说：“哎，黄总，这个单车就靠你就好啦。”对不对？推掉。对对对对，他的这个名车就是800-1000万，好，音响就这么多，但你叫他出1-2000块，他不出。但是我们怎么办？我跟你讲。做生意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姿态，就是我爱做不做都行，对不对？但是做公益绝对不行，对，做公益一定要低姿态，一定要很客气、很有礼貌，甚至人家都会讲说你是有目的的，你有很多的回馈，你有什么什么的，其实没有，那被人家质疑都是应该的。真的要做就要忍受很多，我们以为你做善事应该会得到很多很多别人对你的崇敬，可能别人会怀疑你哦。大部分的人都会怀疑你，都觉得说你一定是有什么好的好处，你才愿意做。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所以你这么愿意传播爱、分享爱，单纯就是自己快乐。对对对，很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是懂的人他就懂。对，那不懂的人怎么办？我跟你讲，还是要正向思考，你就去影响他啊，去散播爱，是把这个小小的善行持续做久了，就是一个大的善举。心理师，我们也来举一个例子，好吧？你有没有什么例子跟分享或者是跟传播有关，让大家得到幸福的感觉？其实哈，那个做善事的形式有很多种。我跑的一个机构哈，那个真的很有趣，他就是一个人，他无业，然后呢非常的潦倒，最后在政府的辅导之下，学会做了可丽饼，对，然后呢他就卖可丽饼嘛，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样受帮忙，我要怎么样
帮助别人，是回馈出去，是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可丽饼车到我服务的那个育幼院里面，然后呢他就教小朋友做可丽饼。一般育幼院可能吃不到可丽饼吧，小朋友根本吃不到，也没吃过，没吃过，他们很所以他那个我的个案跟我说，他说那个可丽饼叔叔来，他们那一个下午非常开心，因为第一从来没有吃过可丽饼，第二我学会了做可丽饼，对，然后他又学到一技之长，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感受到说，原来有人这么的穷困潦倒，在他可以之后他可以帮助别人，这些孩子在内心就被改变，他就知道说，哎，我以后等我有能力我也要帮助人家，一模一样，对，一个小小的可丽饼就可以引申出一个孩子可能愿意帮助人的心，对，就是一起做公益，有一起的感觉，一起恋爱的感觉，一个人做很棒，大家一起做更棒，重点是把爱分享出去。以前刚开始是在公园里帮大家量血压，我工人退休以后了，就是帮忙带孙子而已啦。我是公教人员退休，那我退休前我就有在生命线当过志工，我们的志工都有送白米啊，有时候送面条啦、罐头啦，都不一定。白天带小孩，晚上可以出去做巡逻工作，也蛮好的。现在最主要是东川社区的志工，像关怀小站啊。那退休下来了以后，我觉得有付出这份爱心，还要回馈给我们的社会哈，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哈，能够得到及时的那种缓解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社会来讲哈，很好。不是说你到了中年，一定功成名就，你才开始去分享爱、传播爱。其实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功成名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帮助人的能力，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做。针对这一集，心理师又给大家更多的鼓励，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发挥号召力，这个人本身也要有自信。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可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那种想要做善事的一种好心肠。对，那你要勇敢说出来，然后呢，要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然后努力去做就对了。哎，叶大哥，好。那我个人的做法是从我参加荣誉指导员协进会开始，就是有我们大概50个成员，那每人做我。家有旧衣服、旧书报，那或者说买白米、买沙拉油之类的哈，家庭用品就去捐赠。那后来因为参加了福伦社，那今年又担任了社长，那号召的力量更大，我可以结合第一分区、第二分区、第三分区，那把总监也邀来，那我们就捐赠的东西就更多，因为一个社就有30-40人，好，因为那就可以号召好多好多的人来。那但是我不会说只要你捐赠物资到我这边来就好，我邀请他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捐赠的，你即使是捐了一张发票，我也希望你可以到现场去，让你去感受到他们真正是需要的，而不是我这个人我拿下来了，是让你大家去亲身体验，大家都有做到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哦。对，所以他们就会变哇，看到变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相信受到你的帮忙，尤其是你号召这么多团体来帮忙，不管是多跟少，大家都是感动跟感谢，因为毕竟你可以不帮嘛，对，但因为我想帮，是我自己快乐。一直讲帮助别人会让别人觉得比较低一点，但是其实你们单纯就是想要自己快乐。对对对对，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团体想要借由现场节目，或是借由电话、借由 email 能够表达他们的感谢。但我现在就拿到了其中的一封信，是来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叶景煌大哥。好，来念给我们的叶大哥你听咯。好，好，致亲爱的叶社长，明德教养院在初创时经费拮据，未能办理法人立案登记时期，未能接受政府任何补助之下，由董事长等3人无几职的共同分担照顾之责达半年之久，所出的资金也用光了，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将唯一的箱型车变卖筹措经费，
而自1998年起，叶锦煌社长接触且了解本院艰难困苦情形，开始帮助，到现在没有停止。叶社长的善心跟爱心，让本院能以最好的品质以及较丰富的资源来照顾这一群身心障碍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最后，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爱心提供，因为你的支持跟关怀，我们不再孤单。因为有了爱，让我们更加努力，不断向前，手牵手，心连心，让爱传出去。明德教养院感谢您，董事长是吕董事长，是上。你们好厉害，是，全说我们好厉害，真的好用心。你们好厉害啦，谢谢你持续帮忙这么多人，好不好？也把信交给你哦。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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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请我们也请王大哥给我们更多的鼓励，好吧？谢谢那个节目让我有机会上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做的事情。嗯，我常讲说，你如果只在乎你的事业，那只是你的。那个你的价值啊，你的那金钱多少的累积，嗯，但是你真正的价值是靠付出来的，是。所以说，就算你的事业高低起伏都不重要，嗯，你只有靠你的付出才能够看见自己的真价值。了解黄大哥的这一份用心，我们也准备了一封信。黄董事长，1999年你在嘉义市西区辅仁社社长交接典礼成立了。助养天使金，现场借着你的人脉募集了200万，帮助了贫困的心智障碍者及原生家庭。财团法人嘉义市私立嘉爱启智发展中心永远记得你做公益的炙烫热血、扎实的关怀，还有公益效应。嘉爱目前已经有85位天使，希望你有空可以过来看看他们，以及曾经帮助过的天使。这是嘉爱启智发展中心董事长、全体员工。敬上，董事长是洪董事长，洪介树是洪大姐，祝福这些角落天使到家爱被爱，谢谢。其实我们做人到中年也是一样，感谢所有参与过的来宾跟专家，因为你们这份爱才能继续的发扬下去，感谢大家，谢谢洪大哥，感谢你，多谢多谢。